cute they do, as they have so many times. 嗯，漂亮。No problems. 又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。起跳充分，不错，没有问题。就像是一根针直直地钻进了水面一样，这个起跳高度整个把这场比赛拔高了一个台阶。 And that is beautiful again. 没问题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金牌中国队又已经收入囊中。中国队本届世锦赛跳水项目的第九金，第十枚金牌，漂亮，太同步了，给个九分吧。